由李胜基、刘远琪、池锡成、李栋辉、曹世浩、Super Junior 圭贤、Seventeen、Joshua、Hoshi 共同出演的全新综艺，将在7月播出。而近日官方也释出了预告片，其中圭贤和刘远琪之间的兄弟塑料情引发网爆笑。直接预告中，刘远琪先是甜蜜表示自己会来参加节目都是因为圭贤，让圭贤听了超级害羞。之后圭贤得知刘远琪知道自己的生日，便惊讶表示你对我了解太多了，然而他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生日，还急忙提问那你知道我姓什么吗？对此刘远琪秒回曹圭贤，并反问那我呢，我的本名是什么？结果圭贤完全答不出来，让刘远琪忍不住吐槽你真的是为什么叫我来啊。搞笑的是，刘远琪明明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本名跟艺名，只有姓氏不一样的提示，但圭贤思考了许久，人询问他是演习吗，让刘远琪傻眼直呼这程度是傻瓜了吧，都只说了只有姓不一样而已。超闹的对话引发网友们爆笑。